Hello， 大家好，黄老师今天又来和大家谈环保从家里开始。今天黄老师要和大家谈的是浓缩的洗碗液。好，浓缩洗碗液，它除了可以洗碗，它还可以洗蔬菜水果。浓缩洗碗液一瓶是一厘的零售价38.4元，它可以稀释1:5的这个稀释对比例。也就等于说它可以变成12支500ml 的这个洗碗液，那一支等于3.2元的这个零售价，是非常经济的这个洗碗液，同时可以洗蔬菜水果，对吗？好，你说最值得我们用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它的天然成分。各位朋友，Dishop 是由椰油、芦荟、紫苏、果酸提炼而成的，它有非常强效的去油剂和去农药的这个功能，它还有保护双手的功能。各位朋友，制造家庭用的洗碗液的原料非常重要的，在多年前就有一些地下工厂用了工业清洁剂的原料来做这个洗碗液，卖给酒店，后来被发现之后呢，被抓了。所以今天各位，如果拿工业的原料来洗机器的原料来洗碗的话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洗了之后呢，不可能洗到 100% 清洁的，然后如果有剩一点点，在开火那个锅子的时候呢，它会产生 chemical effect 化学效应的啊。如果小孩子洗碗洗不清洁，那又拿剩饭来吃的话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对吗？所以洗碗液一定要用更安全的这个配方制造才是正确的。来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老师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，让大家看看这个洗碗液如何去除这一个油剂，还有去除这个化学的成分。你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它符合所有的环保的条件。你说是属于浓缩配方，它可以省了很多不必要浪费的瓶子、纸箱，还有浪费这个运输所造成的废气。Right? 好，你说也是由这个可生物降解的这个原料制造而成，包括这个瓶子用后丢了一段时间就会被这个大自然的生物化解掉的，非常棒。然后呢，你说也是拥有 Safe Choice 这个标签。各位， Safe Choice 这个标签，这个标签是由美国环境保护署颁发的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个产品的效能高超，同时对人类及环境更安全的产品，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。好，你说总结，它是属于一个更安全的这个家里的洗碗液，它有效的去除油剂，去除这个农药，然后它有环保的这个效果，还有它非常经济，最后呢，它还有一个商机。各位朋友，用 Dishop 可以把家庭开销变成家庭收入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请你联络你身边有做 Amway 的朋友，跟他拿更多的资料，他会跟你分析怎样把家庭开支变成家庭收入。好了，今天黄老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